出发！哇，好玩，好玩！赞赞赞赞赞！耶！教练，这样的速度好不好？很好，很好，来，不得了，体验的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，谢谢，很棒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你是觉得很好哈？嗯。耶！耶！赞赞赞！哇，超美的，超美的，哇，前方超赞的，太森林了。宜兰县地方产业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支持地热米休闲农场，以净水绿能为水运动旅游，在创新服务观光产业类别中，经由多次的测试和创新，在初夏之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性发表会活动。好 ，Go Go Go！ 有车子啊，小心哦。同学们，这一条就是巴里沙郡，我们等一下会带你们去看它的源头哈。由地热米农场主人廖学义带着大家前往安农溪天颂皮第一治水门，在这里展开这趟净水绿能低碳旅游的第一站。由那个胃能产生动能，让它动能产生电能，准备在这个的下方处哦做一个微水力发电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申请了，我们已经过三关了哈，就差就最后的最后。到时候应该是，如果 OK， 年底快则年底的哈，慢则明年。那有机会就请学员们来分享。了解天颂幸福绿电是天颂皮，也是宜兰县第一个公民电厂。大家继续跨上铁马，向源头迎风而起。来到台电公司兰阳发电厂微水利民广场，地热米农场主人向大家介绍，这里是全台第一座微水利测试平台。每就带个投资机构个干，你都干不比啊？明诚大学理工学院交通机械学科，我念机械的。因为你东西在工厂跟设计组实际做，感觉当然是不错。他没有这个地方，后来他们台电也很帮忙，哦，总公司下令啊，这里。这个水流可以人工控制嘛？你别大杯水哦。它的上游是那个九琼湖，啊，九琼湖再上去就是南洋溪。现在我们所看到安农溪所滋养的这一些在地的产物，能够安定我们农民的这个生活，所以才叫做安农溪。那安农溪的前身就叫做莲花溪、圆山基础，还有这里的天皮基础。它尾水所放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流非常的平缓，水量适中，宽度适中，不仅可以在做测试平台，还有我们的公民电厂以及下游的泛舟，种三星葱，种上降梨，种银柳，还有种我们在地的这些特产，所以一滴水可以引发七次的这个使用，所以叫尾水利民。好，来，尾水利民赞不赞？赞。安农溪好不好？好。三星乡美从兰阳发电厂的外墙可以骑到电力路，路旁有一处讲解天颂皮地名由来的好地方，叫做夫妻树的景点。早期他们因为这边有个堤嘛，它有堤斗堤呀，然后围这个水之后可以一些耕作，因为这边离兰阳溪太远了嘛，不方便，然后就一直叫定居。啊，当时没有地名，他们官方要找这个人，你要去带，要天上遐，啊天上去带。他弟弟来有这些逼嘛，你就去蒙头啊！哦，天上天上天上逼，后来清朝就写下来，就天上逼。紧接着就是本计划最重要的两个绿能基地，一个是被彩绘了三星乡意象的长堤，堤顶上可以观赏雪山山脉和兰阳溪的美景。这个是中央山脉，我们现在是在两山交汇处，我们是属于这边的制高点，
好了，你再看我的这个正前方，好了，有一条桥，叫牛豆桥。哦。古塘桥，当时就看到像两只牛在相斗。好、哦，它的地名像这样跑过来。天长地久，三星亮晶晶。到了，到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八里沙镇。为参与发表会的旅人拍照后，再往下游骑自行车，弯进了竹林里，一旁就是八里沙镇治水门，这里也是天颂幸福绿电重要的水力发电潜力暗场。他从南洋溪来到我们的九球湖，这条是小溪，他来到这边给农民灌溉，然后就从安龙溪汇合就出去了。为了支持在地产业，并且了解太平山伐木文化，从宜兰县政府规划要复始的太平山森铁平原线近水低碳旅游的游程，来到了天颂皮车站。这个是环保火车甲巴爹里哈，甲巴爹里。我们来看小编前导，来计划，看那个计划，这个就是要下停止。好玩哦！装了电动马达的火车，让森林铁路的味道和氛围感染给来访的旅人。天颂幸福，赞！除了转动四肢的自行车运动，地热米的游程也与在地的产业结合，像是吃在地蓝洋发电厂的蓝洋冰棒，就让大家暑气全消。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！好清凉哦，好赞哦！再到福美餐厅享用在地的风味餐，在好几道美食享宴过后，最新鲜的莫过于到地热米祖传三代的地棒，这可说是全台第一个创新的农业游程新体验，让全体游客站上去感受过磅的感觉，让旅人感受到农产品补给人体健康的重要。廖学义安排的体验游程十分接地气，当中天颂皮地区唯一做爆米花体验的就是地热米农场，从农人情根到米食文化几乎倒背如流，上了知识性的课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触，首先就是让游客亲眼看看如何将稻米碾制成糙米和白米。紧接着加热的机器温度到了，就要来爆米花。白雾一般的爆米香，热气一飞冲天，也爆开了游客的五感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哇！哇，皮胖起来，皮胖哈。这个什么口味？这个是巧克力口味，巧克力多元巧克力口味。爆好的米香用来做巧克力和梅子口味的零嘴，而白米抓抓乐则是用比赛的方式让大家体会收成的喜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一，开始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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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满了满了！加油声此起彼落，比赛谁抓的米最快，就能是获胜者。但每一个人通通有奖，能够把抓满的一罐白米带回家，让大家有了全新的农游体验和收获。在宜兰县政府 SBIR 创新服务计划的支持，地热米净水绿能低碳旅游区成为具商业模式，并且能够为游客和亲爱的家人留下难忘不已的生命历程。地热米净水绿能。